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4.6 新增虚拟宝箱拜达港共三个。嗨，这期视频的是 4.6 新增的虚拟的宝箱，一共三个。我们来到拜达港这个出色点，出来之后呢，从西北方向走这条路一直走，前方有个小岛，我们要到小岛上面去。无比醒看到了吗？小岛上面有一个宝箱，我们来新下馆，加黑了。对，往下开馆之后呢，来物无声的打开那边地图，想冲回那个全胜点。接着我们顺着小地图上面这条路，看到了吗？这条土路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路上还有瓦拉堆。先捡一下，我必心急。你这里还有鱼吧？不必紧急，有沙包可用了。缓慢吞噬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说实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过我选呢？换路痴啊，这里还有一个木拉堆，上面还有一个，看到了吗？走到尽头，这里有一个宝箱。勾过来，算了，而且后门看破，人都看见了，好痛啊！咦，两下有点痛啊，也很长，这样取材养。现在我们要往山顶上面走，这里面有个钩子，看到了吗？往后走一下。勾算难，往南方向一直走，走到山里一进级，一直走，抓的这边有三个跳塘菇，跳塘菇中间呢有一个雷属性的大药桶，把它点掉之后呢，再跳一下这个跳塘菇再出来呢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